牛骨髓来喽。看，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它都是油呀，宝贝们，不是所谓的鸡蛋糕啊、哦。推一个出来，能看到吗？它是有连着的这个筋膜在上面的。哇，这口真香。都是包筋膜的。太香了，给我吓得都不敢吃骨髓了。说我成天整个老破假骨髓，整的一出我看就烦，装的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个口挖不出来，能看清吗？鸡蛋糕没有这样的，宝贝们。麻辣牛骨髓，上头神器。吃完真上头啊！哇塞，看，太大个了。一会儿再啃吧，我特别喜欢吃外头这个筋。今天咱们来一个牛骨髓，哇，好多油啊！哇，家人们看看，太香了。掉了。太香了。
这一次买的真好，好多呀。来个满料的西西骨髓，看这个骨髓多不多啊。太香了，上头神器。这个我只煮了10分钟，再来一个满的。喂喂，香去了啊，这个有点煮缩了呢。牛骨髓，
样子了。哇哇，上面全油，咔咔咔咔，全油。又来吃牛骨髓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一大坨啊。哎呦。会拉丝儿的，给你们看一下里边的结构。嗯，这是挖不下来的啊、哦。